没有在充电，对不对？对、啊。他一开始有，但是换。就是他是那种满的，就不想。上来的也不是很熟、啊。我们是卡的，生意也没有很好。啊，今天轻松滑。我这滑不了，脚很痛。肌肉恢复肌肉。不是啊，我脚很痛、啊，不知道怎么办。好痛哦、啊、有点热，我是怎么办呢、啊、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一踩就痛，要怎么办呢、啊、有点太热，搞不好等一下要把头套拿下来。拍照，好，滑一滑，拍拍，滑一滑，拍。这里拍啊，啊，这里拍一张啊。对啊，要去线那边拍吗？我先拍一张上面。我看不见。后面的山很漂亮哎、欸，那会不会就是什么时候复试的？没有，没有那么没有那个，这应该是那个叫什么？田富良野。啊，就县那边啊。县那边。好痛哦，怎么办？哪里？不想，应该不会打到他们。这里吗？啊？这里。你说我在下面吗？啊、这里。嘿、欸，你眼睛不会太亮哦。我觉得大太阳天，你的那个就好像显得好，好。脸好像有点晒。对啊。眼睛是还好。好了，哎、欸，你怎么好像？我在偷动。不要偷动好吗？你的脚上，你的脚上站会穿对不对？好了。嘿。再来。好了啦，好，我帮你，你要用你的相机。用你的。用我的吗？我的没那么好啊，我用你的啦。我过去。我要可以先按给我看你拍什么角度吗？随便拍，好，我按两下就可以拍。你先转一圈。我先转一圈，我转一圈就更下去了，没关系，你到我前面那边，再往前一点。好好好，不要跑了，不要跑。咦，有点后面哎、欸。咦，往你的板子往下一点，我的往后，不是，好好随便，随便随便。你侧滑就可以过来了。我现在脚踩的不一定踩得住啊，看我脚会痛。往
千就好，我可以再往下。涨就是说涨一千的意思啊。看你过来，涨一千就过来。哦，对，下。下下下，左，我这边，左边，左边，我的左边。好，那你还是反过来的呢。你说我是反的。对啊，你是屁股对着我哎，你知道你屁股对着我吗？哎，不对啊，你要拍背影是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对啊，你是屁股对着我哎。这样。好，一、二、三，我要拍直的好了。一、二、三，一、二、三，等会哦，一、二、三，那离我太近了，我拍不下你全部。这样可以吗？嗯，一、二、三。你先检查一下，不用检查，你检查一下啦，可以的啦，不满意再重来，没关系啦，再拍一下单独的，嗯，对啊，难得天气那么好，为什么他现在手机夜拍？啊？好奇怪啊，他说夜拍，相机被撸到夜拍去，我刚拍错了，也没差，夜拍应该没有差吧？好，可以了。是可能是我手指撸到还是怎样？还 OK？ 不 OK， 等我一下，我要切，我拍个影片。有点热，好，先你手不要在我前面挥，等一下、哦。我走了，先走。等会。啊？摆对是吗？你还是坐那个电梯好。怎么了？摆错了，我重心摆错了。你的上半身很，你是这样一路这样子滑下来的。因为我脚很痛哎、欸。哦。我现在感觉脚，我要怎么踩才不会痛哎、欸？哦好，那你就不要滑太快，不勉强。但其实重心摆对的话，应该会。啊，脚就会痛，就踩在那边就会痛。你要我怎么摆呢？我也不知道啊。对呀、啊，就脚会痛、欸。慢慢滑。我找不到不会痛的方法，找不到踩了不会痛的方法，不知道的。对啊，应该不是，应该只是夹夹痛吧？我是说，应该没有什么骨头方面的问题吧？但是它的，但是感觉上会是骨头。
就很痛、啊、心理的感觉上会是很痛，因为它如果骨头有什么问题应该会大肿起来，对不对？我也没有肿。对，我只能说感觉就很像骨头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很痛啊。这样的程度就比较明天就会好了吗？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话，我那边一直在讲沙龙巴士，结果我也没听。我不是说我开始出现大腿，左大腿。缆车，缆车，拜拜。什么缆车？拜拜。上面的。哦，没人吧？对啊，没人要下。痛啊！玩怎么办啊？人家穿鞋子痛怎么办啊？挂挂痛好像已经好了，很训练两天挂那么重还好了，左边好痛、啊，左脚好痛，怎么办呢、啊？换歌嘞，还是1到5，1到5跟6日不一样。啊，如果星野只有 Hello 你碰，那我们就在 Hello 你碰上练最基础的。我现在发现，从头到尾很缓的平面，我也有办法练习。对，我觉得我右脚逐渐进步中，我的身体好像越来越摆对位置了。然后那时候也可以告诉你怎么练。那因为那个很缓，但你不是很会教人哎、欸。教人讲我，你讲话我常听不懂。就以风帆为例，讲话我听不懂。身体转过去啊，转脚还是转什么？那你要怎么解释？我是说你现在已经动了，转弯的时候要解释什么？要解释手要固定抓紧，不是让风帆随便动。然后呢？然后用力抓紧风帆，然后脚在下面转，很难形容。脚在下面转，你也说很难形容。脚要动啊！就是我们会施力，会去用脚把船的方向扭过去。对啊，但是手是要固定的。
因为你教的又没有跟我讲什么固定，我就跟着一起转，还不是就在绕着船转而已。好，你没有讲出手要停住这个重点。手上举的时候，这样风会顺着这样吹，所以这根杆子就有个力道在，然后你利用棒子去搅，好像这怎么形容？好像脚在打方向盘一样，把船用力推推推，渐渐的把它推到船头，去旋转船，让它到你要的方向。这样，不知道，好像有好一点。刚刚这个描述，不知道。下面船好像方向盘一样去转它，但是啊，没有掌握到说手有个力道的话，手要身体还是固定住啦，手要固定住。我觉得应该要在陆地上这样教，然后叫他抓住，然后去扭下面那个，因为陆地上船不会动，你知道吗？没有啊，他们的那个练习板那个是可以转的，是吗？不行啊，在陆地上船停着怎么可能可以动？你在讲有个旋转板？没有，我是说练习板，没有，一个木板，他只是把帆钉在上面，那个木板上面下面是放了一个像转转的东西，还是没有？没有吧。如果有那样子的东西的话，用脚转那个就很明显了。嗯，在陆地上就要做得到。人家那种扭扭乐那种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可能没有这种东西啦。是我的想象吗？没有啦。要有那个东西。太阳晒怎么不会暖啊？我还是觉得很冷。我觉得很暖。我很冷。我的后脑很暖。会是因为我那个里面罩的是黑色的，不过我的面罩这个方向是凉的，凉凉的。下午一样好天吗？想说，没有整天，但是我现在录也不好，姿势又难看，真的不想录。不会，你自己拿着录，它录不大到你的姿势都难看。录别人也未必录得到哈。那总之就是。录爽快的，他不大录得到你的姿势，你就录就好了。不讲那么难拍。不会啊，你就录。你上午录一次，下午录一次，你就看你姿势看得出来好还是不好，应该看不大出来。你不趁现在录。我只是怕天气不好，想要录。上午太阳是一个方向，上午才是太阳朝这边哦，下午太阳就跑去那边了。好，滑第三次的时候，你第二次再来习惯，第三次的时候录。还有就是，你就自己拿着录好了。因为我跟着我。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跟着你，你状况不好。我状况搞不好也没多好。看，不会一大早就有人在里面吧？应该还没有。有在里面。餐厅啊。好像还雾雾的。对啊。起雾吗？又一般。一点点。早上可以停车在那里就已经够感激了。对啊，而且没有时间压力。我已经不追求什么一定要滑第几道，或者是一定要滑好滑满。我当然要走这里，我要看这里有没有刮过，有什么差别。没什么感觉。
没有，就没什么感觉啊。我在干嘛吗？我在尽量压车，就是用左脚，不要用脚踝，我用左脚的脚跟跟大拇指内侧去滑。这样姿势有很怪吗？不知道，你在看吗？我不大清楚在看，但我在跟，要看影片才知道。因为我就用压这一边去滑，这样。那这样反而是很好的滑法。因为很痛，就想。但是你的那个大腿外侧就会比较酸，也倒没有感觉。你要看，你帮我看一下姿势有没有很快。那你右脚比较面朝山下，就是上半身比较没动，但是右脚的话比较上半身有转。不然你从头到尾今天只做一个练习，就是上半身看山下，这样就好了，其他都不用想。突然间，那个满旗，所以早鸟跟晚鸟都来了。有人会滑下去。嗯。不知道为什么要压好，他是怕有人不小心。他们在换什么字呢？他们在换什么字呢？字哈，你说换上面去的，还是在绑上去的？是啊，地图啊，那是地图。
我也不敢试粉鞋，因为我觉得我的脚会痛嘛。嗯。它能够去，就是平常你脚踩好，你可以地面的撑是撑得过去，就是一只脚就可以滑了。只要那个撑我就很痛，哦、那个震动我会很痛。是哦。我不想要滑不平。你大概要明天或后天了吧？啊，很痛。好蓝哦，来拍照。蓝乎乎。嗯，他跑太快了，他跑掉了。你说你要换拍车子、哦？我不是要拍蓝天，但是刚有车子，画面多一样，现在少一样，没办法。那现在都架子跟树中间呢，对、啊，要拍架。收起来。我后来想一想，我的箭的计算完全正确，我好像记得之前18张，但是昨天又花掉5张，13张。嗯。对，然后早上上我说奇怪，为什么13张？是不是15张？15是我的幻觉吧？嗯。所以刚刚用掉8张，快花完了。刚用掉8张，剩下5张。我接下来买票都用 ID，、嗯、因为明天就算拿这个来买票也不满，不够，还是得另外。那不如就直接付 ID。嗯。那券呢？有吃的就拿来吃的，因为有的用现金的地方。嗯。他就只用现金跟信用卡，信用卡昨天用 Visa Master， 我想一想就用券付了。嗯，对啊，反正就迟早要花完的，所以看你就是花什么方便就对。被你现在讲的数字很夸张，一点400块被你讲成1.140，然后还我觉得哈、啊，我们大亏了。不是大亏，我看到的是我应该记到的是别的地方有140肉便宜的吗？可能是猪苗袋还是？还是。那猪苗袋它的雪票也很便宜啊，好像只要2-3千。怎么那么便宜？是真的没内容吗？但是它的雪道我看起来没有很烂啊。假设啦，我们之前都会嫌弃说啊要有几道雪道，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今天来，我每天来也就只滑这一道啊。那而且还是 romance car， 那照这个标准来讲，是很不甘愿的好不好？能选择谁要这种啊？但是你脚痛啊。你说那是现在的状况，我是说能滑谁只想要罗马斯卡跟一道啊？嗯，能选择怎么会选这种？你是太早来了。嗯，但是你要学到的教训就是还是不要那么早来，北海道也不行。但是今年这样做可以。为什么？今年那个6折加3000可以，就是今年，是就是今年来。哦、嗯。就是今年。嗯。对啦，人也少一点。对啊，对啊，所以没差，我不就一再重复嘛，就是说3085块、啊，每天给你3000，所以只要花85块就来了。就在这里，然后就这样好，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雪票还是花了4000块啊，但是只能花这一道啊。但是应该说，要真要讲的话，应该是说，那缆车也没给他少坐，是吗？趟数也是。应该是说你要想人数，就是我刚刚说法是说，如果只有一个 romance car 也满意的话，其实小雪场我们去滑也都 OK。我就说挺赢的，你要去看看吗？哦，那个不行，那个又带更小，而且那个中午才开始开。嗯，不过那不用钱，但是开车去我觉得用不着吧，完全。除非你要去吃炸虾饭吗？吃炸虾饭是什么地方？美音啊，哦，那要到美音。不过不行欸，他好像20号以后才开，还有的还1月才开，所以讲讲而已。哦，你可能开过去那里一点雪都没有。哦，搞不清楚，就跟三角一样，王子的三角还是分。哎、欸，你今天我们早点收工，那个我们上次去看那个看也是免费，然后看那个薰衣草那个在哪里？很远吗？你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日之出公园？很远啊。很远哦。啊、很远啊！你以为在哪裡？我是说，还是今天就开去兜风，但是你要加油。嗯。哦，你不要不加油，我很紧张。你要今天去兜风，兜風但是去那里你要拍一片，一半是雪，一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还是它要不就是整面雪，要不就是没有雪。我又不知道，我就不知道那里又不会有 lavender， 那就不知道会看，就是至少可能那个钟还在啊，我们可以去拍一张跟 lavender 一样的时候的样子啊。啊，那你不早讲，今天是不是4000也不用买？
为什么还是滑到三点呢、啊？那三点开到那就天黑了，就天黑了。讲这么多，我不知道开到那要多久啊，可能半小时吧。但是真的，我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就不好了，三点的时候天就已经暗暗的了，对，没有黑，但是开始暗了。那只有今天是晴天啦、啊。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我就说不早讲，要的话今天是整天这样会比较好。但是今天也要滑雪的拍呀、啊。那就。我喜欢的歌。好了，现在拍一张。至少现在树上是白的。下午可能树上就是不白，怎么会？这画没那么快、啊，谁知道嘞？好了，拍好了。即将抵达下车点，请抬起安全杆，做好下车准备。다음은하강장입니다안전바를올리고내리시기바랍니다第三套要拿吗？你不是说第三套要拿吗？你还一直跑。对，不要现在拿，你这样会得去停一点地方拿，要不要？什么意思啊？你这样脚站不会酸吗？不会啊。好，那你现在拿。其实这样子脚是比较累的，这很棒。那边的山头感觉很漂亮啊。对啊，所以刚不是都在这里照相吗？我刚刚的眼睛放在右边。那你会滑在我后面哈？还是我滑在你前面，你跟着我？不要，那就只会有你的屁股。只会有我什么？屁股，那就不会有正面了。不要。不用我的正面，我没有，我不会擦。总而言之，而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不到你。对，没有我，你没看我刚刚滑得很慢吗？我刚刚在做练习，而且我在想，慢慢滑。你昨天有没有预习啊？它有在通吗？帮它按一下。就是你知道它的声音什么那些的吗？没有。那你来之前有预习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半？他有荧幕。哦，好啊，那不错。荧幕的话不是很简单吗？我也想叫你干嘛？哦。哎呀呀！就是一路到底。真的吗？好，我们要尽量啦。哎，这只棒子是直接拉长型的。这里面是哪一颗？这一颗。然后呢？拍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都是雪板。哎、欸，我按错了。还有几个是在那边踏的。我忘记要怎么开始拍了、欸。开始录影。听起来这样。好，开始录了。还没准备好。太假了，太假了。我们说要怎么挤去了？这侧面吗？好，走走。先坐。你坐在手上。我坐在手上不行吗？等会啊，下一台。你真的到得了？为什么到不了？只是这种移动我脚很痛。对啊。水滑起来脚很痛。收起来要拿包包干嘛的？而且下一下要换你拿。为什么你追过我了、啊？我滑太慢了、啊。对啊，我脚很酸。我后来想，我干嘛那么累，我就走了。他不是讲好你要跟在我后面吗？啊，很酸、啊。为什么你不能控制速度？控制要花力气啊。对啊。然后你的滑法其实是很费力。我没有费力耶。你以为没费力，但是你用三挺。然后我不能跟着用。我很挺吗？我不是面对前面吗？啊！我面对前面。你如果……我记得我是一直看前面啊，我棒子也举在前面，我人也看着前面。但是身体不是啊。要拿下来吗？你既然抓了，你就不用拿下来啊。你拿下来，你是要把它放在哪个位置？我是要把主机放在胸口、啊。好好好，你有地方放的话，你可以拿去啊。
不过现在你让它晒着也是没什么问题啦。那晒一下很热的。你叫我拿的话，我就咻咻咻，我就滑下来了呢。这样是要干嘛？这一人一段吧。哦。但我一定跟不到你的。嗯。没关系，你就有一段自己的。中午再帮他充电。嗯、你不是说早上录一次，下午录一次？嗯。对吧？都好。他的棒子居然是直接伸出来，不用，不用，以前还要拉出来这样卡一下，拉出来这样卡一下，现在不需要了。那他固定的好吗？好收吗？蛮紧的啊。好收又好固定，还是不好收？好收啊！我看我收就收起来了没？是转一转还是怎样？往下推就可以了，就拉出去伸回来，拉出去伸回来而已。它如何同时兼顾？又不会太松，又可以拉。不会太松又够紧。算紧吧，应该是用紧的方式去，啊，就可以给贝瑞哥看啊！贝瑞哥很想看，但是网路太烂了。没办法传，不会啊，你就餐厅的时候传。但是现在觉得手机传还是不好，手机传原来画质是差的，应该要弄到电脑以后再从电脑传。这个的画质没有很好，你知道吗？但是你也知道，你就算出很好的，你有手机传就是很烂。我是说，有啦，这一代可能画质好一些，但是因为它是三。他录的时候是整个360度把它放那个算那个画质。他是 4K 哦。啊？他现在有 4K 了。他是 4K。那就是好一点而已。他原来不到 4K 的时候，他是拿两个镜头要拼起来了。1K， 对，他是录进去的时候是 1K， 但是你转到某个方向的话，是 1K 里面切一个方向出来。嗯。对。所以原来的画质是很不好的。那现在变4K， 也就是说，当你为什么有湿湿的？上面滴水下来啊，不用慌张，就滴就滴嘛。所以它现在变成4K， 那转成一个方向的话，切出来大概以前很烂，不到1K， 现在大概有 1K 吧，或者是以前的1080是假1080，现在可能有到真1080。但是真1080我们现在看已经觉得不大行了。我们要 4K。对啊，你知道我说的意思。这已经滑成像是压过雪一样了。前面也空了三个，刚没注意。是我们俩空的啊，我们来不及坐车啊。是我空的，是我空的。那你才空了一台啊？哦，